能够创造出一种非常圆满和谐，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作品。但没想到第一次呢，我们的创作画廊把我们送到西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去做比赛，就获得入围的肯定。那也因此呢，让我们之后更有信心能够继续创作和气象的作品。那在记得在四年前第一次推出和气象作品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作品感觉非常的磅礴大气，所以就受到很多企业界的收藏家的欢迎跟喜欢，然后非常荣幸的让他们能够收藏。那接下来的几年，我们的和气意象作品呢，也都有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进化，那也受到很多藏家的肯定，非常谢谢大家。那今年大家来到我们的展位，会看到我们今年最新的创作。那这个创作呢，我们今年的特色叫做和气意象处处皆圆满，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上面啊，每一幅它都会有圆圈。那这个圆，大大小小的圆呢，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想要表现内心的光明圆满，用圆。它在画面上面的作用也代表了就是它的分布的位置能够表现出的空间的广度，它的大小呢能够让整个画面变得非常的立体而有深度。那再搭配上马先林最擅长的就是颜料的颜色的掌控跟油彩的流动，那它会让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非常光明圆满而且非常丰富多彩的意象，希望大家收藏在家里面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一种非常快乐的氛围。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右边的这一首，大家最左边的这幅作品呢，叫做初雪之恋。那和气意象初雪之恋这幅作品呢，它就是因为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共同经历的人生的第一场雪景，就用这一幅画来表现。那有紫色、红色、绿色这三种颜色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呈现出好像天地大自然的那种很欢乐的气氛，然后绿色好像在山里面，红色的阳光，紫色呢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颜色。像我们的紫色啊，它用的颜色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称它为情人紫或者是日本紫。那这个颜色的调配其实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试验之后，慢慢到现在它已经越来越稳定，然后我们在这个颜色的使用上掌控上越来越大家觉得它越来越成熟，所以是我们三个人很喜欢用的一个代表的颜色。那希望大家能够慢慢欣赏我们这次带来的作品。那方我们其实会蛮好奇的，就是三个人因为毕竟要合力创作一幅作品，那会蛮好奇的就是三位是如何去协调这个工作，或者是他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事情，这样子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三个人的创作啊，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分工，比如说谁先像下围棋一样，谁先做定时的动作，然后谁先布局，之后再做腾挪，就是一些比较跳跃性的移动。但是现在合作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我们其实已经越来越有默契，就是一个画布呈现在面前，那其实最重要的是经过事前的讨论跟沟通，我们会先想好这一幅画的布局还有构图色跟主题。那经过沟通之后，开始我们就画布摆在那边，我们就开始会自动自发的创作，它已经变成是一种很自然的行为，就比较不是那么刻板的一步一步怎么做的一种状态。所以很多人他形容说，其实我们三个人创作它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所以我们希望马心凌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团体在能够在艺术史上面，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捩点，希望能够在艺术史上面留名，所以也很感谢宝生画廊，它对我们的经营是走向国际化的经营。那现在同时也在威尼斯参加这个会外展，那希望就是大家以后可以在国际上看到更多马心凌发光发热的作品。那希望我们马心凌这个美女团体能够在国际上继续发光发热。那因为我们这个展场其实蛮大的。到一直到后面到旁边都还有就是马心凌三处的作品，那也欢迎就是各位如果说到时候档案结束之后再过来看。那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就是现场的艺术家，如果有的话可以举手吧。你的那个流动力嘛，像这一幅画的流动力就不够，那个不够，那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过用什么辅助让你呈现那个流动力的效果？其实我
们用的方式非常非常多，各种想象得到的或想象不到的方式。那包含地吸引力都是我们的第四位艺术家，因为其实经过时间啊，它的变化，它会开始颜料会有一种一些流动，有时候会呈现出一些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些效果。那像这种纹路啊，这个都是因为时间的变化，然后让它慢慢底部的颜料慢慢浮现上来，所以它会呈现出一些很漂亮，像这边看起来像是有一条龙的这种效果。这有时候都是我们自己会觉得非常惊艳的。那它呈现出这种效果之后，就是靠艺术家怎么样用艺术家的眼光跟角度去看出它的形，然后旁边再慢慢帮它做塑形，让它呈现出一幅很完美的作品。谢谢，我很喜欢你的那个留白。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办法从画面上去辨别说哪一部分是我们三个人其中哪一位负责的？其实这个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整个过程它其实就是一种三个人共同的运动，它其实每一幅画都包含了三个人的思想、三个人的观念跟心情在里面，所以你要硬要去区分哪一个是马，哪一个是心，哪一个是灵，其实是比较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已经变成三位一体的概念。那现场还有没有其他朋友想要问的？那我们就到下一个位置，然后欢迎就是大家导演结束之后再过来观赏，或者是大家可能会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询问问题，那就到时候大家再私下过来问这样子。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谢谢，谢谢大家。